乳腺肿瘤案例。我姓陈，现年59岁。2005年3月，我发现左胸有一粒像指甲盖大的硬块，因为不痛也就没有在意。2015年6月，左胸硬块开始胀大、变硬、疼痛，医生建议立即做手术，若不手术只有6个月性命。我不想手术，看了中医，开始服用中药长达3年，结果肿瘤不断胀大和疼痛。2019年5月，肿瘤继续胀大并爆开，偶尔会流血，仅有异味的分泌物，胸部疼痛。2020年5月，肿瘤不停流血，因失血过多在家2次晕倒，我坚持不去医院，只在家休养。我丈夫一直十分认同原始点的理论，鼓励我去原始点中心调理。2020年7月20日，我来到原始点中心时，肿瘤已胀大到12厘米，至今用原始点调理了5个多月，肿瘤已经缩小到了4厘米，效果非常理想。原始点调理过程及细节分享。一、按推，每周到原始点中心调理3次，按推上背部及内外肩胛原始痛点，姜粉泥敷背部温敷。伸进去的，对，这个力度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、哦。我再下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哈、哦。嗯。啊，我再下一点，这个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、哦。我再来一次哈、哦。嗯。啊，这个呢，可以，可以哈、哦。嗯。好，再来。这个呢，痛，痛，非常痛，非常痛。嗯、这个，这力道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、哦嗯。那我再伸长一点哈、嗯哦，可以，嗯。妈妈放下、嗯、再来一下、嗯、这个很痛、嗯、这个地方痛、嗯嗯、这个就是你那个乳癌的地方、嗯、这个呢第三点呢痛也是 痛这个也是很痛、嗯、也就是说它的右左边的那个上边有3个痛点，这2个是痛点是最痛的、嗯、然后这个内肩胛、嗯、这一边这一点，还有这一点，这3点是最痛的。二、外热源，在中心用热风机吹患处1至2小时，边吹边用姜粉泥按推患处半小时，再撒干姜粉，晚上睡觉在黄土垫上全被温敷。痛不痛啊？痛啊！你等一下，你痛不痛？你看来，你看，啊，痛了，那个痛啊，痛了，啊，痛了，痛了，3分钟都 OK 了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痛啊，那个痛啊，痛啊，嗯。这道嘞？痛啊！这道不痛。啊。这道，你几点都痛哈？系啊。啊。这个。痛。三、内热源。每天用干姜片30克、红参30克炖3小时，成浓参姜汤喝。四、饮食多菜少肉，温热清淡为主。五、运动，每天到公园运动，背部晒太阳拉筋，甩手功和伸展运动等约1小时，爬楼梯25层以上。调理2个月，
肿瘤由12厘米缩小到7.8厘米，胸痛状况有所改善，分泌物少了，精神开始好转。2020年7月20日，2020年9月18日，调理5个月，肿瘤缩小到4厘米，胸部已经不再疼痛，分泌物更少，精力充沛，目前还在继续调理中。2020年12月4日，感谢原始点中心志工们的无私奉献，感谢张医师的大爱，将原始点理论无私地分享给全世界。